老板，碗头钱怎么卖？三块钱一斤啊？我要一斤，要一斤，哎。哎呀，我骨头了，这还是骨头，好危险。老板，生头咋卖？两块。两块一斤啊？老板，几碗粉？感谢我们热情好客的布衣人民为大家带来的。小七，吃饭了，吃吧。嗯，这炒豌豆尖太好吃了，快吃。这反正肉和豆腐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这个豌豆尖好鲜嫩，好好吃。